that the entire world is about to forget that Peter Parker is Spider-Man. Wait, everyone? Can't some people still know? That's not how the spell works. So MJ's gonna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we've ever been through? Stop tampering with the spell. Oh my God, Ned, he's my best friend. Oh, my Aunt May should really know. Stop talking. What just happened?欢迎收看宅在家废，我是 Dr. Hua， This is Peter Chen。 今天宅在家废什么呢？今天要宅在家里面当超级英雄 Avenger。 其实今天也很难得啦，就是邀请到陈彦来我们的节目。上个月才见吗？上个月。对啊，你看就我多么想念你，一个月见一次，其实不是姨妈吗？姨妈你好。啊，我觉得我要来了，揍你肚子下。好痛啊！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 Marvel 系列的作品，然后又加上蜘蛛人三上映，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就决定要来相映一下。因为第三集是他们两个的场，对，我们两个干嘛？因为我们失去了东尼史塔克，我没有人生导师，所以我现在就来投靠另外一位人生导师。对，但是他太吵了，所以我一直失误。医生为什么会被一个高中生影响呢？因为你话痨的等级不是一般人的等级。好了，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要就是要做一个仿妆的主题，然后希望我们的偶像都可以看到。被看到，想被看又不想被看，对，有种想被看又不想被看的感觉。这难道就是恋爱吗？这就是恋爱的心情吗？一起来庆祝《蜘蛛人三》上映。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我们中间的化妆时间，你可以看一下流程，从零到有，从这个样子变这个样子。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刚刚开始吧。好了，我们现在化妆了，开始吧。我觉得戴了之后看起来比较像韩团的，韩团你好，韩团。为什么你看起来像韩团？我看起来像大妈。那我有卷，你没有卷。可恶！我要去拿剪子。你怎么一直离开啦？因为欧美他们的轮廓细节比较深，那我就会想去挑战那些的画起来那种感觉。那画完之后很像的话，就很有成就感。嗯。只是如果在日系这边的话，会多多少少看起来是自己啦，然后就想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看看。原来如此，算是这样吧。但我真的很不习惯化欧美妆，真的，这倒是真的。你要贴近你真实的人物。我自己画之前，我都会先比对我自己的五官跟他哪边是比较相似的。我就会对照说，好，我哪个地方跟他比较像，那哪个地方那个我需要加强，那我要怎么修？大概那你就会有一个方向，然后你就知道你一开始。从化底妆开始的时候，就哪边地方不用动得太用力，然后哪些地方要修饰掉。那我现在问你一个就是比较专业性的问题了，来，你觉得我跟奇异博士像吗？哪里像？脸长吧。可是范尼克跟奇异博士的妆还是有差。你要先变成他哦，我要先变范尼克吗？好哦，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大轮廓。来，好，这张还行。我们要这样比对。要我要怎么看啊？你可以先转给我吗？他的眉毛眼距比上面点，所以你到时候看是你眉毛要调下，还是想办法把你眼睛画上去一点。鼻子其实还蛮像的，三根的地方，三根地方很像，太好了。但他鼻往上，就是他鼻尖是往上的。哎，我没有鼻尖，那是要画鼻孔的意思吗？你没有空间可以画。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大轮廓。大轮廓其实算像的，颧骨。对，差不多，但是它比你要小瘦一点，所以你到时候打修容可能就是打这边打重点。好，对，眉毛是要先遮眉。嗯，我觉得你应该要遮眉。好，我要遮眉。遮眉然后就画，大概是这个。遮眉看起来那个额头变高，看额头就很高。我的额头本已经很高了，不会啊，英国人更高好不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出国。我也是英国人啊。好，出国喽。我认识的 coser 他们。有 cosplay 然后去见到欧美的明星，
们的印象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想要问你，你自己认为欧美明星对于见到后是什么的印象？我现在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演员真的是看到别人扮成他的角色会还蛮开心，就是感觉他们都还蛮欢迎。对对对，他们对于 cosplay 也好，或者说我们 cosplay 二创的一些剧情，他们其实都还蛮欢迎。对，有些他们看自己看到好像很嗨，欧美那边是蛮开放，而且之前那个蚁人上映的时候，我好像也知道，这时候上映的时候其实也有为 cosplay 特别准备一个席次，那时候演员我没有去。我为什么没有去啦？考验了。对，然后他就是说，就是有留席次，然后演员就是有特别，就是到那边去跟大家合照。这次我跟奇异博士来台湾，你愿意跟我一起？我愿意，我愿意带我。我到底要怎么改变我的鼻型呢、啊？粘起来。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这样粘，是这样。是可以这个地方，这个跟这里这样子粘过来，就是有点缩鼻。可以告诉我方法吗？然后我试试看。对，有点裂的来。因为我其实也很少在贴，那这样的话就贴到这里，然后自己敲那个位置，大概这样子啊。哦，好厉害哦！我的鼻子变小嘞。是贴，你是这样子剪？对对对，贴 很小一条，这样，对，差不多。从鼻翼外侧你要贴的地方，你去看，应该说你要可以抓得住的面积，然后不要露太多，你要改变自己的轮廓，然后各种方式改变自己。尝试这种方式，问题就是它比较有时候出油什么之类，它就会崩掉。哦，哎，我变得，我长相变了哎、欸，你有发现吧？欢迎来到易容世界，而且呼吸是顺畅的啊，它又没有堵住你。动画要画 cos 的话，会先把自己的脸尽量变成一张白纸，把需要凸出来的地方凸出，像是鼻子啊，或者是眼睛深邃度，再用这个上面去画比较偏线条型的精致的妆容，会看起来比较偏二次元一点。画欧美那边的话，那它就是有个立体度在，我就会配合着我原本脸上的立体度去调整，依照我要模仿的对象，它哪边深，我就加深我那边的轮廓。去做它五官上的氛围调配，就是有点是画普通二次元，我们普通那种画漫画那种感觉，跟画素描的感觉。好啦，我现在要去整理我的头发，然后换衣服了。然后，Spiderman 他也去换了。那至于会换成怎么样呢？就让我们看下去吧。Go。好了，我们换完妆了，我要把蜘蛛人召唤出来。咻！这傻小了。想要装我披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终于达成愿望了 Peter Park。 Yeah, yeah, yeah. 我们要先去拍照。OK, 好， Go Go 三，跟我讲。好，三二一，二三，等一下，你想象当中蜘蛛人跟奇异博士之间互动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看嘛。是，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像他的另外一位导师，就是引领他的人，毕竟他是前辈嘛。因为奇异博士跟钢铁都是算是导师的话，那你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严父慈母，严父慈母，等一下，谁严父谁慈母？严父慈母，慈母掰了，慈母什么东西？尤其身上衣，他穿的都是他做的衣服，衣服吃屎。对，因为这个角色的演，奇异博士本身就比较严肃一点啊。对，他比较不像 Tony 可以开一些玩笑，或者是比较亲近这样。就是他比较没办法。但是你看预告片，你觉得是这样吗？他，
没有，他预告片其实真的就是他们还是有一点距离在，但是、我们可以见面，我可以握手呼叫名字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非常的亲密。在我想象中 Tony Stark 已经跟他很亲密了。所以你才会把他就是归类在于母亲的角色，然后父亲的话通常都会跟儿子有一段的距离。对对对对，现在很期待第三集他们可以拍什么样的互动啊？光靠预告片就是大人对一个很烦的小鬼。因为其实这样严肃的人，他其实内心都会有一些柔软的一面，是啊，只是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出来他到底 真正内心的想法是什么，而且又加上他其实可能他比较理性啊，然后比较会装会装逼，对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其实还蛮期待看到他就可能在一个小屁孩的带领之下，对卸下心防，因为他在其他的复仇者系列里面，除了他自己的个人电影外，他的戏份没有，我觉得没有到很重。就连他自己本身，对他连他自己的主演的那部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特效大于他本人，特效很辛苦，特效超辛苦的。就是 Peter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人性化，然后比较贴近我们现实是社会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人类，其实又是大男孩啦，大男孩是有一个大男孩 boy 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期待看到奇异博士卸下心防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有卸下心防，他已经卸下心防了。不要阻止我，念咒语，不要吵了，你不要再吵了，你不是应该可以自动屏蔽我吗？这么理性的一个医生，然后竟然会被一个高中男子打败，这就是年下的魅力吧？会愿意把照片 at 他们吗？你觉得你敢吗？你敢？我曾经想过，但我还没有那个勇气。这样好了啦，你不敢，我帮你 at 好吗？我帮你 at。然后你帮我 at， 好，我帮你这样说，哎、欸，我看到一个不错的 coser at 你，哎、欸，我也看到一个，结果是互相比赛。哎、欸，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哦，就是停在，请帮我们 at 一下，就是给我们发一句话，请帮我们 at 一下演员，谢谢。对，谢谢，我没有勇气，我没有这个勇气。OK， 今天我们结束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非常开心，谢谢陈爷，谢谢你找我玩。对，终于来个欧美题材了。然后借由这个机会，也希望我们这次蜘蛛人 Spider-Man No Way Home 第三集票房大卖，耶、yeah ！大家去看啊，去看啊，直刷刷起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期的节目的话，请帮我们留言、订阅、按赞、分享、小铃铛，五连弄起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但不能够跟大家见面，有的时候觉得很浪费，除了看书追剧，我都不知道谁是主题了，他比你还大一只，我要配演我了。接下来这种本本我好像有看过。可以啊，我们可以这样互动。这样怎么互动？你告诉我，我问你问题，然后你回答。我没办法看你这样子口，不好意思。好像不想让我们录该死的意思，没有尊重，尊重嘞，啊。